讲道理，你跟我说给我三天时间，我给你三天，我连续给了你五个三天，十五天你不给我一个方案，最后给我的方案是换我的发动机，十五天你最后给我这个方案，你觉得我接受得了吗？我已经跟你们谈了很久了，五次了，大哥，你没有参与，没有耐心。我如果这事有的谈，我就不会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。我今天在这儿很丢人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，这个网上我怎么过？我今天这个脸也不要了。我今天来之前我就做好心理准备，我今天我就求一个说法。我觉得哈，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啊。我如果这个车我开出了这个店200公里之内，我开一次长途它有问题啊。你们跟我讲三包，我同意的。不是，我开这个车都没出这个门。您说你我让万一是不是？大哥，我现在就准备，我已经打倒了，我不需要再就这样。您希望打110也好，打工商局也好，把我捉走。我希望这个事情被曝光。我打110人家不接，我打工商局不接。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被捉走。我就不信这个天下就没有说理的地方。66万买个车，一公里没开，让我换发动机，我还被迫接受这是三包。跟我的回答，这是三包，我没开出门啊，大哥。您知道的，您是兄弟，您知道我这个车是什么情况？我没有开出这个门，您跟我讲三包，60天之内，3000公里范围内换发动机 ，OK。我这个车如果超过200公里，我跟你来，我如果开出去3天，超过200公里，我不接受你们的三包，是我不讲道理。我这个车没开出这个门，发动机漏油，你跟我说讲三包，让我免说给我免费换发动机。你说，我说我要求，你跟我说可以退款可以换车，你们到最后是换发动机，还跟我说让我打123，你觉得大哥你觉得合适吗？不合适。很丢脸。外场。所有的事都是开心的，一定有个开心的事。不可能，什么不可能？你别他妈滚操！你他妈在什么楼？我都跟你急了。别跟我急啊！所有的人没有一件事，就是说所有的我们生活当中没有。所有的事都是开心的，一定有不开心的。那多sad的呀！你他妈就是sad，我他妈就这种人。我认，对呀、啊，我认。所以你说，尤其说，如果这个人家觉得人家开你不让人开心吗？他就是不开心。哎呦，那么较劲呢？因为他，我他妈就较劲了。因为姐，我不开心，他开心。妈的逼，操你他妈再跟我他妈顶嘴，我操我跟你急。喂，你嘴。我们一生当中一定有不开心的事，我们不可能是每个人都不开心。不可能是你妈的逼，你他妈再说我给你急。我妈了个臭逼，行吗？妈能别说话了吗？所以说要面对自己的真心，我们所有的事都开心吗？不可能，我们一定有不开心的事。如果你说我特别开心，你就装逼。所以，二哥。没威胁你，行，你不是在这边的，行，是吧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不是在这里吗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今天天早上过来说，你们拿得起不拿得起？你先下了，啥了？没动的，个，我没动的，个。你干嘛？姐，我得抓起来。我不是啥看的吗？说是啥看哪看？我这就看啊，这啥看？这是腾哥。等我，我没有刀子，我也没有刀子的。上你刀干了？那是去夺的，你妈的！今天我们来做下试验，这是我们一线工人的保险帽，这个是领导的保险帽，看哪一个结实。哎呀，一下都不行了，还有500块没有完呢。这就是一线工人的保险帽，这是领导的保险帽啊。不过监理的帽子更结实，最结实就是监理的帽子，又轻快又结实。我们一线工人的保险帽就这样的效果，支持一下朋友们。